易经里面的错综复杂，我们说了两个，搜卦指的是阴爻变阳，阳爻变阴。那么指的是，就一个，比如说我所求，另外一个是得到之后有什么结果，不一定是你想的那么好，同样有各种的问题出来。那综卦呢，指的就是每一个卦倒过来，你从这边走会怎么样，你反过来走又是怎么样。那会颠倒思维，即使地球再大，它也是圆的，你从东边走，只要你坚持不懈，依然能走到西边。那不过这个有的时候就没必要，很周折，那看情况。那么复卦有不同的理解，古人创造这个词，它初衷本意可能不是这个，但是通过我们后来的衍生议会，如果很有道理，同样可以结合来用，没有必要照本宣科，一定它就是经。那互卦呢？复卦，它其中有一种理解就是互卦，也就是说去到最上面的一个爻，去掉下面这个，中间上三个组成上卦，下三个组成下卦，就变成了水山乾。那就来说说这个乾。这个互卦的意思就是，这看上去，太阳普照大地一片光明，但实际上中间的过程啊，艰难险阻，这是四大难卦之一。现代人是这么理解的。我们后面再说其他几个卦，艰难险阻、艰难困苦。这个简，你会发现，除了下爻之外，其他的全都是相应的。阴的就在阴位，阳的就在阳位，本来很好，但是这个初心不对，基础没打稳，就出现这么个情况，可见它的重要性有多重要。这个简，很多人都不认识这个字，像是一个族，给人的感觉好像很蹩脚，就甚至叫水山壁也没问题。不管怎么样，他说卦啊，立西南不立东北，西南指的是后天八卦这个方位，西南方坤卦主导了四个卦，都是阴的阴卦。那东北方呢？这个就是阳卦。那怎么不利呢？这个高山流水啊，本来水是从山上流下来的，但是你想要回到这么一个状态，这水想回去，这个是最麻烦、最复杂的一个过程。如果山在上面，水在下面，哎，刚好顺流而下了，指的是后来的现当下的这个意象，又代表艮为右子，震这个坎水为次子，老大不在，长孙父亲更不在，而且这个次子在外面打拼，反而是最小的在家里面守阵地。你可想很不稳当。那我们就看每个爻，王简就一开始就是这个出爻的问题嘛，你往前走就很困难，那你等着嘛，你既然能力不够，还是一个小孩没长大，就等着嘛，等着大人嘛回来给你喂食就好了。那六二，它是中正之位，又当位又有相应，所以呢，他这个困难呢，想的这个人不是自私的人，想的不是自己，虽然有困难，甚至是国家大事，没问题，不是你的原因。那九三达到了下卦的顶端，山的顶峰，已经看到头了。你再往前走，又是一座山，又是跋山涉水，又是一个坎卦，所以很困难。建议你还是不要轻易的去再挑战下一个更高的。那么六四也是当位，但是不相应，会召集这个跟他一样的同伴来共同度过难关，还是可以的。中间是一个离卦，光明。那么九五为君位，那就可以号召了所有人一起来突破困难。那么上六，这个